三個劍法聯盟其實都花了一段時間，他之前其實是不是都好像差少少運氣咁啱嚟出到頭？係啊，佢就一場唔好啦，咁啊又氣唔細啦，咁就今次有個檔位幫助就同埋巴道嘅做法嚟啦，因為即係話好運氣就係、是，如果你遲咗去騎佢咧，佢都係 stay on 咁四四五五嚟，咁啊都有同佢講過呢點啦，咁啊今日都拍拍我啱啱好追到佢。咁其實喺上場開始已經有少少配地變動嘅，呢個配地變動咧帶咗嗰個入面面鋪同埋攞埋嚟咧，對只馬嘅幫助係點樣咧？其實係俾個新鮮感佢啦，最主要，因為季初我哋好六七場都帶住個配地冇乜效果咯，唔夠咯，咁啊俾個新鮮感佢，等佢希望有個變化，佢可以試出賽路。走規方面其實會都幫到佢少少咧，其實都唔會有太大分別走規，不過佢始終就核心程度